各位家長大家好，歡迎大家今天能夠參與我們網上的中一新生的家長會和插班生的家長。今年很特別，因為疫情關係不能夠邀請大家去到學校，但也很歡迎大家能夠參加到網上的家長會。在2020至2023，我們有新的三年計劃，我們的口號是追求卓越，實踐美德， Strive for excellence, live a virtuous life。我們有兩個重要的關注事項，第一就是提升學與教的成效，第二強化價值觀教育。我們希望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包括建立他們學生的學習習慣和學習技巧。我們中一級的同學都會使用平板電腦學習，我們也鼓勵家長去幫同學去購買平板電腦。如果真的沒有的同學，我們也都學校會借平板電腦給同學使用的。用平板電腦上課能夠鼓勵同學自主學習，在家裡他可以完成他的預習和完成家課。也在課節中所有的老師都會教同學如何去建立他的學習技巧。我們因為知道學習技巧很重要，他要掌握到如何摘錄筆記，如何使用概念圖，然後才能夠在每一科裡面能夠學得更好。中一級我們有不少的支援，在復課之後我們希望能夠去由英文老師去負責做英文的真英班。中一、中二級他們都會在課學裡面留下的，打好英文基礎才能夠令到同學在高年班更加應付公開試，能夠表現更理想。另外上學期的午膳我們都會請班主任陪同，是加強同學是凝聚師生大家的認識，也都是加強同學歸屬感。所以上學期當中一的同學留在班房吃飯的時候，也都可以跟班主任有更多的溝通。其實全校同學中一至中六級都會在學校午膳的。我們去年都有邀請中一級的家長來到去學校觀課的，最主要就有不同的科目可以讓家長認識學校和學與教的政策，又可以讓到家長透過觀課去了解到子女的上課情況，還有讓家長可以協助和監察子女家裡完成他預習和家課。同時間我們也可以跟班主任去交談，在個零月的開課之後了解到子女的上課情況。大家可以看到有兩張照片，其實都很多謝家長來到學校參與，特別抽時間。但我們相信家校合作一定可以幫助子女強化他們的學習。另外學校也是銳意去加強同學中英文的語文能力，我們有一人一書的計劃，不單止是一本中文，還有一本英文書，他們可以透過書展自己去選，喜歡看自己選出的書籍。另外也可以透過 Solid Memory 這個軟件，就在班主任和英文老師的教導底下，讓同學增加他的英文詞彙，打好基礎，然後才能在高年班有理想的成績可以入大學。我相信是每一位家長的願望，也是我們老師的願望。我們裝修了之後的圖書館在七樓，特別美觀，很舒適，能夠讓同學去多些去閱讀。所以是希望來年未來三年都能夠加強和推動同學的閱讀風氣。我們並且在幾層樓，四樓、五樓和六樓，我們都放了隨心閱讀書，隨時隨地隨心閱讀。同學不需要去登記借哪一本書，拿起他喜歡看的那本書然後就可以讀了。希望家長都多些鼓勵，在家中叫你的小朋友可以多些閱讀，加強他中英文的能力。並且我們也有師生全校參與去粉飾我們的校園，大家看一看相片，在走廊的畫圖畫，或者我們 MKC 三個字 Manq College 在操場的字樣，圖書館外面的外牆的粉飾是否都很漂亮啊？我們希望藉此加強同學的歸屬感。在2019年，我們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成績相當之理想，有14科是三級以上，是高於2018年，5科也達到 100%， 10科也是高於2018年的成績，也拿到5星和5級的同學也是比2018多了一倍。
2020年咧，因為疫情關係咧，同學嘅編輯或者個操練真係冇咁多嘅。咁但係咧，我哋見到有好幾科咧，佢成績都高於全港，或者咧係能夠達到100% 嘅。例如我哋睇到第三行嘅化學啦、中史、地理、資訊通訊科技等。咁我哋來年咧喺2021，我哋期望同學繼續去努力。咁同學雖然喺疫情關係，但係喺屋企咧仍然好努力、自律地去不斷咧去學習。中六級咧學生其實我哋都會有好多支援嘅，例如我哋會請香港大學啦一啲大學生作為升級導師嘅補課，一個星期會有4天嘅，由5.3至到6.9，亦都有師友同行計劃，老師咧會幫啲同學咧情緒上嘅支援，亦都會多同佢傾偈打打氣。學校的自修室咧，甚至係星期一至五開放到晚上7點嘅，讓同學咧可以喺3.9放學之後咧，仍然留低學校咧可以自修去温習。當然呢啲全部措施都會喺學生復課之後咧，我哋會再開始。自修室係點嘅咧？我哋其實有一個課室咧，係作為一個獨立嘅自修，俾學生有一個安靜咧、舒適嘅環境，俾佢温習。除咗獨立嘅空間之外咧，我哋亦都有 weekend zone 嘅喎，喺5樓裏邊咧，如果同學中意啊，可以同其他同學一齊交流啊，大家去傾下點樣做啊，咁學生亦都係放學可以留低，我哋 weekend zone 有獨自喺走廊嘅單獨座位啦，同埋亦都係兩人座位啦，咁呢個亦都係非常之好舒適嘅地方，多元學習天地。第二個關注事項咧，就係強化價值觀教育。我哋希望透過領袖培訓能夠展現每一位同學的領袖風範。領袖風範很明顯就是講佢能夠有自信嘅、易用得體嘅。希望每一位同學都可以成為領袖。大家會見到㗎，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崗位嘅，例如學生會啦、領袖生啦，都希望培育我哋嘅每一位嘅同學成為領袖。大家見到我哋嘅相片裏面所睇到嘅，就係同學參與一啲嘅領袖培訓嘅活動啊，希望家長都鼓勵你的子女能夠參與成為學校的領袖，希望同學能夠有自信去帶領不同的活動。發展學生的亮點亦都是我們強項之一，我們有多元活動學習課，有不同的小組興趣，亦都是生涯規劃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當同學發展到他的亮點的時候，可能對於他日後的成長更加有幫助。有流行樂隊啦、中西美食啦、化妝啦等等，差不多有16個組別嘅。制服團隊亦都有喎，步操樂隊、童軍、聖約翰救傷隊等。步操樂隊咧亦都係非常之出色嘅。我哋咧好多時係被唔同嘅各界邀請作為表演。同學，如果你有興趣嘅時候咧，都可以參加，亦都咧鼓勵家長咧去鼓勵嘅小朋友咧可以參與唔同嘅活動，同埋咧制服團隊，讓佢能夠更加去建立佢自信同埋自律。學校咧係一個關愛嘅校園，我哋曾經15年咧係獲得關愛校園嘅美譽，並且咧3度成為卓越關愛校園。2015年咧，我哋更加能夠攞到生命教育大獎。所以咧，唔單止係老師好關愛同學，我哋盼望每一位嘅家長咧都一同參與。我哋讓自己嘅同學，讓所有每一個孩子都喺關愛裏邊咧能夠成長。我們的學生就好像我們的小孩子一樣，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孩子，所以我們是一人一桌椅的。每個同學當他入來學校讀書的時候，就有一張桌和一張椅是屬於他的，所以當他升班的時候，這張桌和椅都會跟著他升班。我們希望每一位同學都能夠保管，有責任感地去保管他自己所屬的專屬的桌椅，也都加強他們的歸屬感。我哋每一班咧，由中一至中六咧，都係雙班主任制嘅，咁能夠咧照顧到每一個同學需要。有時咧，我哋亦都會有小組嘅輔導啦，包括我哋駐校嘅2位社工，特別咧希望情緒嘅支援啦，或者係你家庭上面有需要嘅，都可以請社工幫忙。緊密嘅家校合作一定可以讓我哋嘅學生，讓大家嘅子女可以咧健康快樂成長。另外有 SEA 的同學，如果是教育特別有需要的，也不需要擔心。我們全校有 33% 的老師，差不多1/3的老師已經接受了特殊的教育培訓，兼且學校也有提供言語治療、讀寫訓練等等，也有每逢星期三的 Happy Group， 能夠幫助同學與其他同學交談
等等，去營造咧共融嘅氣氛。所以咧，就算有特殊需要嘅同學咧，都唔需要擔心嘅。學校係一個關愛嘅校園，能夠讓每位同學咧建立佢嘅歸屬感。咁我哋有乜嘢強項咧？可能家長都好想知嘅喎。我們嘅驕傲少嘅咧，我哋唔講啦。最主要咧就係兩大方面。咁我哋咧喺2018-19咧學校舞蹈節裏面咧攞咗好多嘅獎項嘅。在55屆嘅校舞蹈節裏面，我哋能夠攞咗3優2甲同埋1乙。喺唔同嘅舞蹈，包括大家可以而家睇到嘅中國舞啦、茶茶啦、牛仔舞啦、jazz 啦等等。咁雖然咧今年係疫情關係咧參與嘅項目唔多，但係7月份咧都有一位嘅同學咧參與咗單人舞，係攞到甲級獎嘅。咁所以咧，如果中意跳舞嘅同學咧，記得要參加我哋嘅舞蹈組啦。另外咧，亦都係機械奧運會裏面咧，我哋唔單止香港嘅獎項咧能夠做到出色嘅表現，喺國際賽裏面咧，我哋攞咗唔少嘅殊榮嘅，包括手搖發電機械人啦，仲有係唔同嘅蛙泳賽啊，或者係水平式嘅機械魚短途泳賽等等。咁咧，老師唔單止咧帶領同學喺香港攞獎，甚至咧去過曼谷，然後參與國際賽嘅。咁中二、中三嘅同學咧都有好多出色嘅表現。咁我哋期望咧，當復課嘅時候咧，同學嘅亮點能夠得以發展，能夠參與更多嘅賽事，亦都咧盼望喺我哋未來嘅家長會能夠有實體嘅時候咧，能夠與家長咧嚟到會面。好多謝各位今次咧能夠去參與，我哋期望同心嘅每位同學都可以健康快樂咁樣成長。多謝曬各位。